种在我心中，含苞待放意悠悠，皎皎一舞，我切切飘展头，随风轻轻摆动，只盼望有一双右手，我呢就是 Paul M， 外号叫潇洒哥。我成立一个加拿大潇洒会已经有几年的了，我搞这个比赛每一年都搞一次，就是兴趣而已，其实呢就是最主要是兴趣，高手啊奖金又高，高手呢就比较多啲，今年呢就好高兴呢能够呢就搞得非常成功，因为呢好多人帮我手。喺我旁边嗰位呢就係、是、呢其中又叫阿坡，我姓邓嘅，又叫阿坡，呢个潇洒哥佢姓林嘅，我哋都係呢个乒乓球发烧友，潇洒哥坡呢就好热爱乒乓波嘅，所以佢又每一年呢就搞个叫潇洒杯。今日蕭省杯咧，王府井咧就啊圓滿結束啦。我啲啊建議咧，今日呢個聚餐啊喺帝寶酒店我哋攀咗獎噶啦。我每一年就會搞一次啲活動希望我哋嗰啲啊多倫多馬琴區嘅乒乓球嘅高手啊帶過嚟一齊共享遲啲我係有新球會加或者馬琴區嘅。咁啊，歡迎你到嚟都參加大家啊切磋比賽啊！點解咁中意打乒乓波咧？冇啊，其實咧，我又打乒乓波都係十年前啫。咁啊，我個同學咧以前打波好叻嘅。咁啊，有一次咧喺香港咁啊，係話佢讓十一分，讓我八分喎。我話讓我八分，有冇搞錯啊？咁咧，我哋喺澳門嗰度咧，嗰次去澳門旅行。咁咧就去市政府嗰度叫人哋讓個場俾我哋打打。喂，我第一球我就贏咗咯，插邊喎收尾咧佢真係贏我，佢始終係以前咧香港咧就十八區裏面咧就雙冠軍單同埋冠軍咁嘅佢又好乜嘢，所以我就翻嚟加華會嗰度請我個國家隊教練朱娟。我話要速成班，佢過咗幾日咧，佢話：哎呀，瀟灑哥，你有天分啊！我以為自己有天分，點知原來係呃我嘅。好啦，到我啦。我打乒乓波咧喺多倫多咧都打成我諗啊有四廿年差唔多成四十五年噶多倫多。喺唐人街咧單攤咧打波打到而家噶啦。經歷了很多嘅唔同的地方、唔同的會所，打到而家喺阿加華會啊，喺阿馬琴區啊，多啲啊，即係多場波打而家。因為打乒乓波咧對健康好啦，同埋醫生叫我哋多做啲運動，所以我就而家年紀大咗都繼續打乒乓波。好嘅，多謝。今次呢個今年嘅乒乓球賽有咩獎？今年咧个总共有十队参加，少咗啲，但系咧全部都系精英嚟嘅。咁咧有头二三名咁咧就有男子组、女子组全部单打，全部三个双淘汰，双淘汰。咁咧就全部公開，冇限制嘅，全部公開賽。全男班定男女選手？男女啲冇所謂，總之係 single 嘅。咁咧就又有蘇聯啦，舊年個冠軍又今年又攞埋冠軍。咁咧就多元化嘅，我哋嗰啲最緊要係即係唔係啦，冇錯啦好，唔該曬。唔使。瀟灑。Yeah! Yeah!